Hello, hello, 兄弟们，这大海已落潮，真正我的小佳佳，我们出发吧！哇塞，这天气凉了，这些小螃蟹也该躲藏了。你看这个螃蟹，嘿嘿，拿回家给你洗个热水澡。这边又发现一个大海里的拖拉机咬，也是猫眼螺。你看它这个大肉，哇，非常的肥美，拿回家做一个美食还是不错的哟。这边又发现一个情人贝，这个情人贝上面咋回的？还有战袍吗？收了吧。哇，你看这个悠然自得在这晒日光浴呢，哇塞，挺休闲的。这边又发现一个鬼面蟹，这个鬼面蟹呀，就是来回它会卧沙的，这个有时候你也看不着它。这边又发现一个漂亮的尾巴呀，哇塞，也不知道这是啥，拽出来瞅瞅吧。晚上赶海直播，就来我的直播间看我直播喽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